OK， 又买了 Uniqlo 的衣服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吧。OK， 一样一零有自弹马的兄弟，这次是 Capcom， 然后售价哇，刚刚掉下去，售价牌有一个龙跟春丽，那背面就写 The Game of the by Street Fighter， 1987年的。OK， 然后我买的第一件是 Double KO 龙跟肯一个 Double KO， 然后100这边也有一个 Capcom USA 公司的那个商标授权。哦，另外一件白色的是一个教你怎么输入升龙拳 Holy Can 的一个 T 恤，所以就是这两件。OK， 然后你假如有买衣服的话，他会送你明信片，一份明信片有5张，然后是限量的，也许你去就买不到了。哦，春丽呢？春丽，哦，小短草，然后还有龙，春丽就长这个样子。还有春丽难得穿裤子龙，这个好像是爪子女吧，还是肯？哎呦，三吉尔夫跟本田，然后这个是，哎呦，考到我了，应该是肯吧。麻烦先去研究再讲。然后背面是用力量对抗消极，用技巧挑战极限。是每一张都不一样吗？我看一下，用力量对抗消极啊，一样。所以总共一共有5张明信片 ，Uniqlo 推的限量明信片套款。OK，Hold you can。哦 ，Hold you can 的输入方法，黑金刚刚也输入过一次了，还不错。Hold you can。翻起来不错，然后这边会有一个小 logo，那它比较没像马里奥其他的特殊的，就是一件白色的 T 恤。OK， 换这件 Double KO， 再来帅气的穿上它，嘿 ，OK， 黑色的 Double KO 肯恩龙，然后一样在下面有个 Capcom 的美国的。公司的授权商标 ，OK， 还不错，显瘦，黑色显瘦，好，